Morning， 昨天熬夜喝太醉了，然后刚才早上我泡了一杯 Honey Lemon 给他喝，但是现在已经是4点了，然后我等一下还没有拍摄，因为我昨天就已经跟他讲我拍摄了，但是他因为要去庆祝 Ivan Cherry 他们的那个大日子，所以就去唱 K。 Angel 昨天就给阿旺的二姐带回家顾，然后大概一号这样子我们才接她回来。换了一件衣服，接下来涂这个 Hada Labo 的 lotion。 完成啦，就这样简单。你看我现在皮肤比之前好太多了，我之前满脸都是痘痘啊，而现在我就是要专注在补水控油的方面。前阵子你们看我皮肤真的是很差很差，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好到七七八八啦，剩下一些痘印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小粉刺那一些。那如果你是有粉刺、油脂或者是暗沉皮肤的话，我在这里要教大家一个超级简单的步骤来清洁你的皮肤的同时不让你的皮肤干燥，然后可以帮助减少油脂。第一步就是使用我刚才用的这个 Hada Labo 的洗面奶，这洗面奶里面含有 AHA 加 BHA， 可以在你的皮肤不干燥的同时去死皮细胞，然后还有疏通你的黑头跟白头。第二步呢，就是用这个 Hada Labo 的淡斑控油乳液。洁面套的第一步就是帮助我们的下一步更好的去吸收，然后可以减少油脂的生产，收缩我们的毛孔。这里面就含有哈多木基和洋甘菊，然后还有两种透明质酸，可以舒缓我们的瑕疵，并镇定我们受刺激的皮肤的同时，帮我们去补水并控制我们的油脂，然后还有我们的粉刺。大家都知道啦， Hada Labo 是一款日本极简主义的护肤品，它的产品是不含任何有害的成分的。物有所值，因为呢它里面含有优质的成分，所以呢大家使用起来的话都会明显的感受到。那你们都可以去到 Watson、 Shopee、 Guardian 这些地方都可以找到。我又再次忘记录拍摄过程，但是应该没有时间录，因为我们很 rush，而且我们跑来跑去很热。那我现在就这样子，我觉得很浓耶，那个妆今天，可是在 video 里面看就还好。嗯，你看没有化妆就这样，有化妆就这样美美的。然后这个还是没有美颜的，我没有开美颜。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阿卡迪亚，然后去跟 Benny 他们吃东西。你看我睫毛还少一撮啊。看不出，比我眼珠蛮大的，所以我不用戴隐形眼镜都 OK。 你看，嗯，而且是巧克力色的，巧克力色 Angel 也是巧克力色。今天爱25元啊，好贵啊，好贵啊，真的好贵啊。所以我们包外面咯。然后这是观音吗？帮我们算着。这是观音八，观音八再看一下有什么情况。八是什么？关二哥。关二哥。这第二天了。这第二天。但是你看都八了，没有？还没呢。只是少一个告白嘛。啊。
觉得这个，我觉得这高跟鞋有点不稳哎，要不要换？不好穿了，这样高跟鞋。婆婆讲说我适合公主切，就是刘海啦，然后我就等不及要去理发店剪，那我就自己剪，剪掉，啊，我没有什么拍，我就这样子拍吧 ，after 剪掉。嘟嘟嘟嘟。喝够了啊！突然间。你们在自己剪啊？讲话讲完讲话，突然间哎，一转头他就转，他叫我转头，各位，他一转头，他的头发就刘海，然后自己公主切，谁会自己剪公主切？公主切。Okay,